香香的这个尾箱，里边装的都是油盐酱醋，就是它的调料箱。现在还有好多的东西往里边装。这箱有袋子。少点还是好。来。没事，你是负担太重。作为一个中途摩托，最后的温柔。滚烫滚烫的温柔。火辣辣的热情。好，谢谢。刚才忘了拿了，你塞哪儿？什么呀？哎，那个我不用。哎呀，哪天你不想做饭？我想做饭，我每天都想做饭。阴天的时候不想做饭，你就直接吃块罐头。我不用了。下次你下面的时候可以刨一个这个，塞到哪儿了？这后面来，塞得下。你相信我。等哪一天下雨了不想做饭，你看到有午餐肉在后面，你会感动的痛哭流涕，痛哭流涕。想起你了。对，嗯，咱们家皮皮打个招呼。小白，来过来，小白，你妈要走了，快点过来。我走了。还有三个狗宝宝。嗯，那你走吧。我这人内心比较空。嗯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去吧。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是啊。嗯。注意安全。嗯。嗯。拜拜。虽然我们走过了一段共同的旅程，但终究还是要分开。这是旅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但我相信这段经历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，希望它以及今后的旅行中一切顺利，遇到更多美好的事物和人。无论将来我们的道路有多么的艰难，这段经历将成为我旅行故事中最美丽的一页。感谢它给我带来的欢笑和勇气，我们将继续前行，怀揣着这段回忆，追逐着属于自己的旅程。